住院，酒店不让带宠物。对不起，别闹了，别闹！小米，齐总，走来走来。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？当年在香港的开场啊，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。龙虎武师，龙虎武师入门。 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有没有学了？下次。对，罗师傅。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。师傅，我让莫迪跟我们赛友抬头师。说说，那这回官司万一输了怎么办？练这个，到时候用得上。罗师傅，你们稍微冷静一下。 我爸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很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龙虎武士，never say no。 我店都开在200万了，他都不卖，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 龙虎武师都是热血男儿，来，跳。